亲大家好，我是陈成功。今仔日是2010年6月2日，拜六，每礼拜的拜六点半起，阮伫即个三好街的市中区，伫一个10楼的大楼的第3楼，在做即个药山的俱乐部的工作。今仔日我有两个议题，但是应该分作2节来讲。头一节就是讲，伫台湾的消息来讲，听讲韩国的政府正式批准，会使请台佣，各位乡亲，要请台佣哦。台佣的意思啥？就是讲为台湾爱去韩国讨食的台湾人叫做台佣。咱台湾嘛是真侪菲佣、泰佣、菲佣啥？菲律宾来佣人，泰佣啥？泰国来佣人。就是讲咱台湾伫请的，就是讲我家庭爱有人斗下手，我家庭有破病人爱人斗下手，就是讲基本的劳动者，这是咱台湾。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所做的政策，中间外国起抓你来那个代志，卖讲，就是讲台湾欠欠啥，欠底层的吼、哦、啊，这个工会，就是讲劳动者一般劳动者，所以叫做台叫做菲佣，叫做啊台佣啊菲佣，正出名就是讲啊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一个立法委员啊，请菲佣了。啊，既然啊，学袂来，来到尾啊发生问题，啊，来到尾发生问题，啊，所以即个就是讲，咱伫讲的台啊，菲佣啦，啊，外国来，啊，遐卖点人，啊，外国来即个情形啦吼，啊，但是即个韩国无共款咯，韩国伊无必要请你，啊，台湾人吼、啊、去遐做劳动，去遐做家庭的。啊，十七啊，工作无，伊个大学毕业的人呢，伊个手蛮蛮，啊，就是讲大学生毕业了，佮会当去遐做工作呢。这个意思是啥物意思？和美国同款啦吼，伊吸收伫外国政府投资，外国政府投资，哦、啊，养成的人才，小小啊来请，听伊讲。一个月薪水是代表18000块，啊，这是差不多咱个基本的工作就是啦吼，18000块左右。所以这个呢，若要讲起来吼，啊，真悲哀的代志啦吼。啊，咱个税金，吼、啊、去负担教育咱个囝儿，教育咱个年轻的一代，来到尾啊，伫台湾无工作做。爱去外国讨食，这讲来是真悲哀的代志。还有一个消息，更加怨叹的消息：中华民国劳工政府对台湾每一个小学生所投资，哦，伊无讲一年，也是讲啊，拢总6年啦。吼，我这个我是无消息。啊，但是这个讲80块美金，韩国呢？对伊个小学生所投资是800块美金，80块比800块十倍之差，莫怪吼、哦，台湾一年一年走下坡，一年一年没落下去，韩国一年一年哦提高伊个品质，提高伊个国民的品质哦，来到尾啊人才无够，也阁无够了，投资800块因所涌现出来。哦，十年的教育或者20年的教育，这另外一个问题。来到尾啊，伊还阁会使伊个企业，还阁会使向台湾正式批准讲，我要请台佣台湾的劳动者。但是这劳动者毋是普通的劳动者哦，是大学毕业的劳动者哦。哦，所以咱哩投资的人才拢从走去外国，啊，你台湾的经济变安怎好？话讲倒转来，若是一个政府
无办法保护伊个国民，就是讲中华民国老文政府，那是无办法保护台湾的人民，这个政府变怎？赶出去，叫美国过去总统杰弗逊，然后这个政府应该是要来打倒，创造一个新的政府去代替，这是所谓人民、所谓国民的权利。政府的有啥物权利无？政府照美国观念讲，政府无权利，政府一点仔点仔权利都无，政府干那有义务尔，保护台湾的义，保护伊个国民的义务，这是所谓政府的义务，政府无权利。所以用这个观念来讲，中华民国老政府应该老早就爱打倒。